布谷鸟和小驴，请注意跳音的力度，还有指法的运用。记得手一定要先靠近黑键。搬家。那要小心第三行的地方有圆滑。呼吸。那现在，左手记得，大拇指不要随便跑，因为它都有哆哈，发哆发哆嗦哆，咪哆咪哆发哆哈。换你。星星，现在嗦嗦嗦嗦啦啦。好，那这边比较特别，就是两只手是有点像跟屁虫的感觉。那右手先开始，好，然后小妞妞是一起的哈。那左手是哆哆发哈。分行练习。